冬菜营养丰富，还含有多种维生素，用来煮菜真是一流啊。有时就用冬菜来蒸肉饼，你又知不知道冬菜怎样做？其实一点都不容易的。冬菜是天津大白菜整成，又叫做青麻叶，要选天津南河畔盛产带有小核桃纹的大白菜。每年十月到十二月头就是大白菜的收成时间，要即刻拣选新鲜的大白菜，然后切去枯了的部分，主要用最嫩的白菜心，将白菜心切成一块块菱形状，放在炉石上面自然风干。之后腌料就要用当地的红皮大蒜，加上高温加工过的海盐，完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、添加剂，然后入落大缸，放在室温自然发酵六个月才完成。冬菜营养丰富，还含有多种维生素，用来煮菜真是一流啊。